999中心啊，我是的士啊，我是的士司机。就这个乘客呢，我都有行李，我是要收费。他说没理由收费的，我说按照运输处。在华都啊，他报警啊，说我拒载，我没拒载。这些是一年之前啊，一些是一。佢而家報咗警，話嗌差人嚟，咁咧我咧，係啦，係咯，而家我報警啦，我報警啊，而家到我報警啊。好啊，他报得警我都是报得警的，他是香港市民我都是香港市民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大家齐齐报啦，报警啦，是啊，你齐齐报啦，得啦得啦，你同我落案，我都要报警，落案，我都报警，好啦，好。拜拜。的士司机咁捻好玩啊，咁捻好虾啊，喐啊又报警，喐啊又报警，冇捻开，喺度坐。嘿，你咪影啊！你落车先，攞呢啲嘢落车先。你唔好落雨坐喺我呢部车，你冇俾钱噶。你攞呢啲嘢落车先。我呢部车唔系咁样服务噶，俾你坐噶。你话我拒载嘛，你咪攞嗰啲嘢落车啦。等你喺出边等咯。呢部车系我噶。你话叫我报警嘅，咪等警察嚟到先讲咯。咁呢部车系你坐喺我呢部车托拆啊？点解唔可以坐啊？即系坐喺我呢部车托拆啊？你唔好掂我添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！你坐喺我呢部托拆啊？我话俾警察听噶。话俾警察听，你落去，你落去啊！你唔好坐捻住我，坐捻住我呢部车啊！你话我拒载啊嘛？佢就咪等差人嚟啦。等差人嚟，你坐喺我车度拆啊！我屌你老母啊！佢而家讲我落车讲晒粗口啊！吓、啊！你坐喺我呢部车做乜捻嘢啫？你坐喺我呢部车做乜捻嘢？呢部车我噶，吓、啊！你又唔俾钱，系嘛？你坐喺我呢度做咩啊？咁你无赖啊你啊！边个无赖啊？梗系你无赖啦！头先一上车啊，你啊，你话唔俾钱啊？叫我落车啦，我都未搭。出个声 我话要收费啊！我边度有出个声话唔俾啊？我有出个声话唔俾咩？你话唔俾，我冇讲过，我一定冇讲过。你有讲过？我一上车就系问你，系你咧一见到我件行李咧，你就话我唔载你啊！你咁样讲。